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现在，和杨子拍过婚纱照的男明星前三位都火成了一线，唯独他不温不火。杨子是娱乐圈发展不错的女明星，出道多年以来，与她合作过的男星不计其数。她拍的作品基本都是偶像剧，不管是作品还是综艺。 前三位拍婚纱照的男星都成了一线，只有一个人逐渐被人遗忘。这张邓伦和杨紫的剧照是多年前在这部剧《花非花雾非雾》里拍的。那时候两个人都是一副稚嫩的脸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两人懵懵懂懂的样子，真的很般配。两人去年在《香蜜》里的表现让网友觉得两人很有 CP 感，但私底下只是很好的朋友。 如果你被问及去年最受欢迎的电影，你会想到哪一部？那么应该把《烈火英雄》看成一个。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，上映后不少人边看边哭。当然，主演的功劳还是有不少的，尤其是剧中杨紫和欧豪饰演的这对夫妻。杨紫和乔振宇，估计很多人都没看过这部电视剧吧。 在这部剧中，两人是机缘巧合走到了一起。现实中，乔振宇比杨子大一十四岁。虽然乔振宇的颜值也很高，但是站在一起总感觉怪怪的，怎么看都不像情侣呢？你们觉得呢？前三位与杨子拍婚纱照的男星都已经跃居第一线，但这一位早就被大家遗忘了，他就是马可。 其实他和杨紫合作过《在家生孩子》，当时马可扮演了一个疯子的角色。后来两人又合作了网剧《灵魂摆渡》，还拍了婚纱照。不过杨紫穿的是红色经典连衣裙，还是很漂亮的。只是可惜，在马可塑造了沙阡陌这个角色之后，就没有更多的作品了。你怎么认为？